虫虫什么？算虫啊，它应该是一种海参。它吃起来是很鲜美，很像泥鳅。泥鳅、啊、对，有点像泥鳅那种。Q Q 的，还不错。有嚼劲，有嚼劲。嗯，我喜欢 Q Q 的。哇哈，对，好像一只熊猫的名字。哇哈，对，好可爱的名字哦。它怎么吃？直接生？有酱料吗？还是它有料直接吃？我感觉看到它五脏内腑，就是血，因为它打开有血。哦，血哈，嗯，很像蛤蜊。好像在西餐厅吃牛排，因为它是糯米的，比较黏。这什么时候吃这个东西啊？坐月子的时候吃？坐月子不吃这个。那孕妇会想说：天啊，你要吃这个？你是要把我肥死吗？风灿传媒 FTNN 新闻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风灿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，衷心祝福生日快乐，健康吃百里，也期许风灿传媒不断突破创新，善用新媒体新力量，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最后祝福工作同仁万事如意，阖家安康。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